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郭璞，字景纯，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、畜牧学家、风水学者。郭璞喜好经书学术，学问渊博，但不善于言语表达。他的词赋自中兴以来首屈一指。郭璞除家传易学外，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，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。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很多奇异的方术。西晋末年，郭璞任王敦济世参军，因为占卜出凶卦阻碍王敦谋反而被杀，后来被追赠为弘农太守。宋徽宗时追封他为文喜伯，元顺帝时被追封为灵应侯。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，以游仙师名重当世，曾注释《周易》《山海经》《楚辞》等古籍，如今的《辞海》或《资源》上均可见到郭璞注释。